身上有几处刀伤，还好都没伤到要害。如果今天晚上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哦，谢谢谢谢，客气客气。兰儿，这个人对咱们家有恩，你对医院说，要用最好的药，花多少钱都无所谓。好的，阿爸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结果了吗？这些人都顽固得很，不肯说实话。丁处长，这些人真的如你所说是抗日分子吗？继续审，是是。丹佐阁下，这侦缉处办事不力，你应该严格的处罚他们。我知道他们在敷衍我。可是特高课那边也没有战果，没有处罚他们的理由。师道，要统治上海，我们需要这些人，愿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力的人。一味的责罚，会让他们离我们而去的。
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佐阁下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小夏他脑子有点毛病，刚才可能是看到门口的士兵，所以他才这样的。请，请，请。